那会被粉丝喊话笑道：你不许打飞机，再敢逃避我命令，放开人！哇，他的音真高啊！这还要从那年娄运会说起。不说整活还得看你们爱妻呢。运动会上看到作为对手的齐心机长 CP 粉直接忍不住。哥这人能处，有兄弟他是真捧场。还有运动会水上项目碰到四代师弟关俊辰，我要认得一个国家一级运动员。马哥加油！齐马哥，你的话算了吧，算了算了，马哥咱算了。你们这么损失随了正主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，不去了，加油加油，不去了，搞得那么冷笑啊。当左航和小何摔跤时，这加油方式也是别具一格了。左航看不是白去的，左航这是加油。有时候真的怕他们跑上台去。柯蒂刚到丽江就被粉丝整射死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开场很快就被抓的刘耀文正 emo 呢，还被粉丝各种调戏。朱佩奇说笑话。我愿称这个为新概念吵架。马嘉祺团队刘耀文最帅，刘耀文最帅，大炮子。马嘉祺团队，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